我讲信用，你还有脸说这话？不讲信用的是你，你把那些香出点小干啥？这帮穷鬼，老子跟你们不共戴天！停了，咱们孙子还在他们手里呢！撤！他娘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一群酒囊饭袋竟然杀到老子的头上来了。回去，扯淡！铁蛋，不许打他。看刚才把你小子弄的，还要收拾俺俩，今天谁也别拦，俺偏把他做成猪头不可。我刚才跟你们开玩笑呢，认怂了？是是是，当年那个谁谁还那个胯下之辱呢？你说什么？俺看你小子就是欠揍！三姐救命啊！行了行了行了，这二子也不容易，放了他吧。二刘蛋，服了吧？服服不敢不服。哼。弟兄啊，海生和铁蛋儿真不赖啊！回去给他发个打奖状。是啊，多亏了他们俩拴住了二刁蛋的船，不然要是跟石团长火拼起来，咱们今天肯定得吃大亏呀。看来发奖状不行了，得发点啥奖品呢？叶区长，俺要六支枪。哎呀，现在好了，二虎他们回来了。二虎，二虎，二虎，英子，娘，二虎啊，快跟你娘回家休息吧。大伙儿都放心吧，平安无事。好，这就好。咱们去村公所。好，走。叶区长，慢走。娘，就算把你爸回来了。娘，俺没事儿。都杀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儿？娘，这天上的只有这个玩笑，人家都哭了。俺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哎，先回家。哎，先回家再说吧。先回家吧。好好调理调理。好好调理调理。三妹姐，村里又来海匪了，都溜到咱这儿来了。来了几个？就一个，带着这个遮了半张脸。后来他跟刘团长打起来了。俺拿水壶砸在他后背上，帽子一掉，才看见少了一只耳朵。这个人叫独耳朵。你见过？嗯，他以前经常去池龙章家，俺见过。他跟三吊眼儿是一伙的。嗯，他们就是一伙的，以前在威海未混，鬼子来了以后就跟池龙章勾搭上了。对了，这刘团长打死了池龙章的老婆，他肯定是来报仇的。他怎么知道刘团长在这儿呢？这是冲我来的。不会是咱的计划漏了吧？小娜，辛苦了，你们先出去一下吧。好，我们走吧。你看，以后说话一定要小心，过脑子。嗯。三妹姐，俺得去喊几个民兵来保护你。哎，你想过没有？你说找几个民兵在这个地方，谁敢上门做生意啊？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，非报了不可。那好吧，
那俺去找叶区长申请配枪，俺保护你。行了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。对了，你跟二虎娘现在咋样了？自从你上次输了以后，好多了，但还是……二虎刚回来，去吧，去他们家看看他。去吧。嗯。哎，你们几个，把二吊带给我关好了。叶局长，别还我！走，还我！志山，接着说。啊，出了村，那狗日的直接跑进树林了。我本想带人去追，可是又怕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王八蛋跑了。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模样了吗？一只耳朵，肯定是三吊眼的手下毒耳朵。他怎么会知道你去了供销社呢？这还用说吗？他肯定是盯上我了呗。志山，你以后要多加小心了。谢谢叶局长的关心。叶局长，报告叶局长，这是上级来的文件，站长去县里开会还没回来，俺怕耽误事儿，只好先给您送过来了。这上级有什么重要指示？前段时间得到消息，咱们岛上潜伏了一个代号叫鲨鱼的敌特，上级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挖出这个人。他娘的！叶局长，竟然有敌特潜伏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！叶局长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查出这个人。大凯，哎，老张头审得怎么样了？这几天他情绪波动比较大，估计也快撑不住了。你现在马上回去。抓紧时间审讯，一有消息马上报告。是。李局长，我想向你请个假。嗯？我想向你请个假。哦，嗨，看着脑子。金华同志受伤了，你应该回去好好陪陪他。李局长，这抓不住海匪，我心里着急啊。再说，二虎都回来了。没问题。你现在马上可以回去，啊！等俺忙过了这一阵儿，俺一定去看金华同志。叶局长，我带我家那口子向你表示感谢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三妹儿，三妹儿，老会长，听说供销社来了海匪。是啊，我也是听海英说的。没事儿，咱们开业那天，海匪不也来捣乱了吗？他们就是怕咱开业抢了他们的生意。不行啊，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海匪都是池龙章的人，我已经见过池龙章两次了。他要是想对我下手，还等得了今天吗？行行行行，听你的。哎，那天我跟你说的事儿讲得怎么样了？啥事儿啊？哎呀，你这就是你跟叶区长的事儿。哟，老会长，都啥时候了？咱们的任务要紧，这件事情以后别再说了。在寡妇岛可是天天都念叨你啊。俺就觉得你准能回来，所以就没想你啊。哎，你可是呢，俺每天都在祈祷龙王爷保佑你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儿啊？能不能一口气说完啊？瞧你那傻样。哦，对了，虎子哥，你下回再抓海匪的时候能不能给俺缴获一把小手枪啊？没问题啊，别说一把，
就算是十把、二十把，用来对付赤龙章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你就吹吧。虎子哥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海匪经常来捣乱。哎，要不你先给俺一个手榴弹吧，关键的时候肯定能用得上。行，俺一会儿就给你。嗯。对了，英子，听说多尔多到供销社捣乱，嗯，咋回事啊？你不知道。虎子，娘。婶子。娘，你咋刚睡下就起来了？有他在啊，睡不着。二虎，俺先回去了。英子，俺送你。不用了，你陪婶子吧。英子。虎子。英。娘，俺想起点重要的事儿，要去和叶区长和老会长说说。虎子，你。叶区长。二虎。叶局长，刚才光顾着跟俺娘说话了，差点忘了大事儿。啥大事儿啊？赤龙章手下有个叫王矬子的，在牢房的时候，他提到了李祖忠。李祖忠啊，从龙王岛回来，好好跟他学几招，再顽固下就得鲨鱼咬你。在交换俺和嘎拉头的时候，他特意跑到俺身后来解绳子。我在牢里跟你说个话，你记住了。说完话，还悄悄按了俺一下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吴山。哎，二虎，你来干啥？你不在家里陪你娘？老会长，你快听听，他在寡妇岛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儿。英子，你咋了？俺恨赤龙章。俺知道咋回事了，你呀，还是死了那份心吧。凭什么啊？俺忍气吞声的伺候他，他凭啥要这样对俺？爹，咱不就是和赤龙章是亲戚吗？咱一没欺负过人，二没沾过他赤龙章半点光，咱跟打火一样，本分分靠打鱼为生。可为啥？为啥还是这样？个子不高，说话也不像本地人。哎，究竟他是什么人？俺听赤龙章叫他王矬子，反正俺看他不像什么好人。但是，他怎么又……哎呀！他那话什么意思呢？在那个特殊的地方，又说暗示的话，他很可能是……是咱自己人。哎呀，不管他是什么人了，有一点十分关键。自从李祖忠被抬回来以后，接连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他现在又提起了李祖忠。这么说，李祖忠他压根就没死？哎呀，二虎，李祖忠下葬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亲眼看到他躺在棺材里面？俺想起来了，李祖忠的脸上盖了一张黄表纸。哎，要不俺带人去挖他坟看看？哎，不行，入土为安呐。但是自从李祖忠的棺材上岛之后，就出现海匪了。俺又在寡妇岛听到这样一个情报，你说不挖开怎么能安心呢？俺这就去把那个坟挖开看看，看看他到底死没死。哎，干啥去？坐下。哎，俺真后悔，当初应该把他那张黄纸掀开看看。二虎，这是你斗争经验的问题，要一点一点积累。老会长的话要听，如果挖开了是李祖忠也就罢了，万一不是呢？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抓住这狡猾狐狸的尾巴嘛。叶局长，叶局长，二刁蛋那小子怎么处理？让他回家。啊？为啥？现在岛上跟赤龙章有瓜葛的只有二刁蛋、小白鞋，而且他们都在明处，海匪们迟早要跟他联系的，把他放了，在暗中监视。是，局队长，那个二刁蛋
不要看他那个样子傻乎乎的，其实他那个贼心眼一大堆。俺看呐，你把这个任务啊交给海生和铁蛋他们俩。哎，俺看行。这俩小子今天表现不错。嗯。是不是搞漏了？没漏，没漏。哎呀，要不是刘如山那狗日在，俺早就把他宰了。你不是去杀供销社的刘掌柜的吗？怎么又成了刘志山了？罗耳朵，干咱们这行的，没有点定性可不行。俺这不是寻思着刘日山那狗日的把池大哥他老婆给宰了，俺要是杀了他，那功劳岂不更大？放屁！你的功劳呢？啥功劳？鸡飞蛋打了呗。干啥去？去找李回生。哎呀，叫你回去养伤，你又找他干啥？干啥？俺跟赶了头去酒馆抓人的时候，他一直跟着俺们。后来到了酒馆门口，他又没跟进去。这个怂包，俺一定要找他说个明白。说啥呀？还是他回来报的信儿。老会长，李祖忠你不让查，李慧生你又不让我找，你。反正俺保留意见。啊，你保留意见啊？坐下，坐下。啊，把那天晚上情况再说说。大哥，俺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。石大哥怎么说？是让咱们继续啊，就杀叶红山、王四江他们。对，还让咱们就把这个水搅，还搅浑，越浑啊，越好，不让他们出海。石大哥还说啥了？还说。查啊，就杀鱼。杀鱼？动了手，俺才知道屋里面居然有埋伏，就好像他们早就知道俺要去一样。你还记得你那天晚上被绑去的时候坐的啥船不？俺一直在昏迷，到了寡妇岛俺才醒。哦。怪不得季队长在搜咱们船的时候，救李慧生的船不在那儿，会不会是他？他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俺说明那天晚上他的船丢失了。啥丢失啊？俺看他就是串通海匪，把船给他们的。哎，行了，这事儿你别放在心上了，你的任务还多着呢。第一啊，你要回去好好陪陪你家人。第二。明天带领民兵多做几颗水雷，准备后天出海。出海？啊，出海。好，没问题。俺现在就回去准备。你看这孩子真是啊。红山，真的后天出海啊？嗯，出海。现在完全可以断定，李祖忠还活着。他留在岛上有三个目的：第一，刺杀我们党员干部；第二，破坏出海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目，等待时机，与池龙章、里应外合攻打龙王岛。老会长，你可是老海宝了啊！这出海打鱼，你可是行家啊！哎，这个俺明白，俺回去得告诉大家。叫他们大张旗鼓的准备准备。哎，等，俺觉着这件事儿还是让李村长去比较合适。哦，这声势搞得越大越好。啊，俺明白。爹，您尝尝这鲍鱼，啊。这些日子让您和娘受苦了，今天好好孝敬孝敬您。嗯，这鲍鱼啊是从深海里捞出来的，用蒜和日本清油，哎，火起来蒸的。娘你也尝一口。娘牙口不好，咬不动啊。娘，您放心，儿给您准备好了，你拿刀戳一下，
哟，还是我儿子孝顺了，没白疼你。哎呀，还是这个味儿啊，鲜香美。爹，嗯，娘，您二老啊，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山珍没有，海会有的是，想吃什么，让他们去海里捞。嗯，实在不行，青岛去买，就在这儿。好好的享享清福吧！啊，在这荒岛上享清福，啊，这龙王岛才是咱持家的，还有那些被穷鬼们抢去的财宝。爹，这些事儿都在我心里装着呢。您放心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就杀回去，让那帮穷鬼吃的全都给我吐出来。嗯，嗯。狗剩海生铁蛋，等俺爹打回来，老子当着你们面吃鲅鱼、嚼海参、搂着大虾，馋死你呀！谁呢？刁蛋，你回来后去找你李叔求钥匙。哎，只要船啊一碰到这个罐子，就会引爆地雷。二虎队长，你说那个深水土地雷咋弄啊？这个东西啊，要看罐子和地雷的重量。看，这个地雷有十来斤重了。嘎拉头啊，去把这个罐子拿过来。这跟其他罐子是一样大的呀，没错。要想地雷入水多深，那就往这个罐子里灌点水，那样的话，它就能乖乖的听咱的话，让它潜多深，它就潜多深。嘎拉头，去往这个罐子里注点水，咱试试。好。二虎哥，快过来看看俺做的地雷咋样？好，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我说，在这看着点啊。是，走。二虎哥，俺的地雷威力很大，你们在这趴着，千万别起来。俺去挂弦，海生哥，俺让你拉你再拉。好。哎，铁蛋，当心啊。哎。趴下。铁蛋，你没事吧？铁蛋，铁蛋，没事吧？咋回事啊？现在你知道了，你以为做地雷这么简单呢？哎，铁蛋，你放了多少回啊？你给俺那一包，俺只放了一点点。还好你没全放上，要不然呢，你的小命就不保了。你小气，就给俺那一点点。俺还想多做几颗呢。来，起来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咱们铁蛋这次做地雷，算是勉强成功了啊！大家掌声鼓励。铁蛋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俺的地雷勉强成功，下回俺再多配点药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海生，带他回去洗个脸，晚上你们有任务。太好了，铁蛋，跟俺走。哎。哎，二虎啊，哎，那个水雷搞得怎么样了？老会长，这次啊，咱们不只有水雷，还有深水土地雷，够赤红章喝上一壶了。哎，好，嘿嘿，好。各家各户注意了，后天晌午在村东头举行出海仪式，有要出海的，抓紧时间准备三天的口粮。哎，大皮靴。要是在海上遇到赤龙章咋办呢？怕啥？
这叶区长亲自带着民兵为咱们渔船护航。我听说啊，还抬来两挺机枪呢。您这个心啊，就放在肚子里吧。嘿，太好了，俺今晚上得好好的喝两盅呗。这就对了嘛。乡亲们，抓紧时间准备啊。好的，赶紧准备吧。好的，哎，赶紧的，赶紧的啊，赶紧的。俺是老虎还是猫啊？你干啥一见俺就走啊？你这不也看见了吗？俺正在动员大伙出海呢。哟，大贵回来了。呸！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没家教？你怎么回事？谁让你这样说的啊？俺娘病了，让你回去看看。你先回去，晚上爹给你做饭吃。等明天他们出了海，咱俩一块儿去看你娘，好吧？回去。大皮靴，你要好好管管大贵了。我告诉你，他要是下次再敢这么胡说，俺不客气。多放了呀，俺都快饿成咸干鱼了。真香啊！小子，你说可说了啊，让你回来以后马上去找他。啊，俺不去，他不往俺叔叔海上的铁蛋，俺就不去。不去是吧？那你就等着他回来收拾你吧。除非你多给俺放点鸡子。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姑奶奶不伺候了。现在日子不好过，鸡子是没有了，哎呀，只能靠吃盐熬日子啦。海生、铁蛋儿，要是看到二刁蛋跟海匪接头，千万不能像上次那样冲动，一定要报信儿。放心吧，爷爷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，俺会先打枪报信。急啥？先打他们过过瘾再说。哎，铁蛋儿，跟海匪斗。绝对不能使蛮劲儿。这次你二虎哥被海匪绑到寡妇岛，就是个教训。以后你要多向海生哥学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爷爷，俺和海生哥执行任务去了。那行，走。嗯。这小子。老会长，咱们后天出海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有啥想法？从咱们开业到换二虎。村子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后天出海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重大。我想那些海匪绝对不会闲着。要不这样，你哪当野马虎子喂啊？有种，等俺爹回来。俺让你天天就着水吃咸鸡子。哎，你天天穿这样的白鞋，不腻啊？你懂个屁！快吃吧，吃饱了快去找你李叔。哎，等俺爹回来啊，俺就去青岛找龙海叔叔，给你带一船小白鞋回来。嘿嘿嘿。都说你小子傻，我看你小子倒是贼着呢，这点儿倒是像足了你爹。那当然。行了，快走吧，路上注意点啊，可千万别让人给你盯梢了。婶子，还想不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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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了。别说，还真灵啊！海生哥，二刁蛋家没人。我知道，我早就跟着他了，他进小白鞋家了。是吗？
咱俩就在这盯着他。铁蛋，跟上他，看他去哪儿。俺给他们来一个金蝉脱壳。俺要拉屎。怎么跑这儿来？甭管他，先跟上去看看。走。小妹儿，嗯，俺是看你呀，跟叶局长挺般配的，连你们的想法都一点不差啊。哎呀，不要顾虑太多了，这个事儿一完，俺就帮你们把这个事儿啊。老会长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们俩真的不合适。哎，怎么不合适？嗯，不管了。这个喜酒，俺是喝定了啊！老会长，我还有点事情没有做完，我先走了。二条蛋呢？中计了！俺听俺娘说过三十六计，这叫啥？金蝉脱壳，他最多算是赖皮狗脱皮。甭管脱啥了，咱还是把人给跟丢了。附近找找。这么大树林，上哪找去啊？哎，就这件衣服让咱丢人了。人换了？换了，俺爷爷奶奶都换寡妇岛去了。你咋回来了？俺爹让回来命令你们，把海生和铁蛋那俩王八蛋杀了。二刁蛋，别以为你是二少爷，老子就不敢收拾你。你要再敢胡说八道，老子撕烂你的嘴。李叔，俺都摸了俺爹的船了，都是海生和铁蛋的兔崽子，硬是把俺拉了回来。海蛋喝了好几口好咸的海水。哦，俺算是明白了，大哥甭问了。这个傻蛋压根就没摸到石大哥面前，啊！再问他也是胡说八道。村里有啥情况？哦，后天那么穷鬼要出海打鱼，还说让叶红山带着武工队，架着机枪保护他们。到底还是要出海？娘，折腾了半天，全他娘白忙活了。不行，咱得想个办法，不能让他们出海。我早就想好了连环三招，咱们不是暗杀牌吗？暗杀暗杀，咱们就给他玩阴的。别啰嗦，直接说咋办。这第一招，今天晚上咱们兵分两路，这第一路去龙王镇偷叶红山的老窝，顺便搂桃打兔子，把老哑巴给弄出来。这么一来，叶红山和武工队他们还能待在龙湾头村不动吗？废话，老窝都被掏了，人肯定得回去。没错。快说另一路。这第二招，叶红山和武工队一走，要死王四江，要无头不飞。王四江死了，你们说他们还敢出海吗？敢出个屁！要是王四江命大没被药死，后天出海咋办？大哥，今天晚上咱们掏了叶红山的老窝，他带武工队一走，村里就剩下二虎那几个不充气的民兵。退一步说，王四江如果没有死，后天出海，二虎他们肯定会跟着去。这么一来，村里还能剩下几个拿枪？废话，是肯定空了吗？没错。这第三招，咱们就杀进供销社，一把火把它烧了。
刘三嫂弄到寡妇岛，这样咱们就立了头功。这三招，招招见血。独眼龙，上次你这玩意儿没弄成，这次，哼，大哥，上次我是用河豚的胆汁做的毒药，它有苦味儿。这次我是用有毒的水草碾碎做成的，绝对是无色无味儿。把它下到酒里面，别说喝一盅子，只要沾一沾舌头，全让它粘了，马上戒烟了。王子江平时倒是喜欢喝两口，可这酒，你用谁把它弄到他的酒里去？小海螺，过来。哎。小海螺，哎，想你爹不？想。你是个孝顺人。对。上次你爹没办成，这次你去。啊，俺？俺什么俺？只要你这次把事情办成了，我保证把你爹从镇上弄回来。拿来吧你！俺一看这小子又粗，还是俺去，俺保证下了王子江酒里毒死那些穷胖子。哎，二位，这可不能喝，这瓶酒能毒死十几个人呢。来，还过，还过。俺不。能要两个人的命就行。你小子缺根弦是吗？啊！他们都派人盯着你呢，你还能？盯着咋了？刚才他们不还是盯着俺吗？结果还是让俺给甩了。你放心，俺有办法下到他们酒里。好，二刁蛋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办。要是成不了，那就见了。那俺去了啊。二刁蛋在里面喝酒，先别管他了。我听见小白鞋匠有男人说话啊，咱去看看。嗯。进去一查不就完了？不行，万一听错了查不到人，咱还不得被人笑着打牙呀？这回咱得弄准了再说。翻进去到窗户底下听。更不行，万一打草惊蛇呢？咱去房顶上去听。走，走。那小白鞋是冲着你的面子才给他炒了两个鸡子的。他倒好。挑肥拣瘦了，这以后呀，这样的王八蛋你少往家里带。咋了？他又对你动手动脚了？他敢，俺阉了他。听见了吗？听不见啊。铁蛋，这样你把着俺的腿，俺下去看看。好，这个给你，太碍事了。把住啊。嗯。俺问你啊，一晚上是不是又要折腾王思江他们呀？俺让二刁蛋带了瓶毒酒回来，让他们一定想办法
弄到王四江手里。你让他这样的蠢货，还不如让李慧生去呢。娘的，老子咋没想到呢？嗯，有人。你说。